红烧猪蹄。姐妹们看到那个红烧猪蹄颜色有没有食欲？我今天这个猪蹄是用101红烧王调味酱做的，它平时是发6包，今天是活动啊发8包，然后用了这个酱不用放别的，只需要放点葱姜蒜去腥就可以了。然后把做法打到视频下方，一袋酱可以做2斤到2斤半的食材，可以做红烧猪蹄、红烧鱼、红烧肉、红烧排骨、红烧鸡爪，然后姐妹们可以放点干辣椒去焖，鲜香味美，发8包哈。喜欢的姐妹们可以看看，再吃个卤蛋。今天我们吃豆豉炒回锅肉，我们在饭店里面必点的一道菜就是豆回锅肉。绝绝子，放了豆豉炒的回锅肉比不放要香很多。我们这是农家风味豆豉，是用菜籽油炒熟的，叫黄豆，然后它到家是可以直接吃的，还可以拿来拌热米饭、下粥、下面条都可以，也可以拿来炒菜、回锅肉，然后虎皮辣椒焖鱼、焖排骨、焖鸡肉都行，还可以豆豉油麦菜、豆豉娃娃菜都行，一摊一斤啊，辣度可以选，好吃。这个要放冰箱保鲜室。豆豉活动17.9发一坛。能干两碗饭。这个
个豆豉配料简单干净。下饭了，烫到了。面条，这是我们农村面条，再配个节节脆。今天这顿就比较简单。我喜欢把那个面条煮得稍微软一点点，吃起来姐妹们，这是我吃的我们农村面条，它这是属于二宽面，口感好，麦香味特别浓，说的话的姐妹们反馈都是比较好，我觉得这个面条是真的，我吃过很多家面条，就这家面条好吃。我们农村太阳晒干的面条，姐妹们喜欢软一点点多煮一下下，喜欢劲道一点点少煮一下。我喜欢吃二宽面，细面的话就是细的，宽二宽面就是这个。
麦香味，虽然说长得不光滑，但是真的麦香味很浓。拜拜。